家早。今天是8月18号，星期三，天气依旧是晴天啊。因为今天要返回农场了，所以今天要把这些剩下的草呢稍微割一下。那这片草呢也不算太大，那稍微割一下以后再回家。OK， 我赶快动工了，要不然可能又要忙到下午。我现在就要出手喽。OK， 终于砍得差不多了，那等一下呢就可以来去摘龙眼了。因为只要把地稍微清干净一点，这样子摘龙眼的人呢也不会觉得很恐怖。那先把地清理的差不多，现在呢接下来就来去摘龙眼，摘完龙眼就准备回农场了。 OK， 走咯。 OK， 今天这一棵龙眼树呢采收完了以后呢，顺便给它修枝矮化一下，要不然实在是很难看，也看得实在很碍眼啊。这一颗是芒果，今天采收完了以后也没有来给它矮化，过一阵子再矮化。龙眼树没矮化就跟森林一样，这个也是龙眼树，但是呢你没有矮化，其实龙眼就长得不甜。 OK，那这是今天的成果，这是甘蔗的部分，也已经立好架子了，草也割了，这还没有割的部分呢，等下次采完龙眼以后呢，修枝完以后再来割吧。现在已经很晚了，要回去吃早餐了，一大早就来忙到现在，把草割了，树也矮化了，好了，要准备回山上的农场喽，走喽。